认识懂你的人，和你有缘的人；不懂你的人，和你无缘的人，认识再多也无用，会产生无明与伤害。理论思想不一致，现在想离场，有一天有可能会想进场，一切随缘。除了读书、上班、做企业家、做老板、做艺术家，去做有意义的事，去细读什么是人为，什么是正道，什么是正义。管好自己，善良自己，光明自己。天下没有白吃的晚餐，要享受必须接受。万事起头难，必须得坚持。善济医社义务执行主席拿督司礼卓顺发太平绅士与您分享：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迷时失度，悟时自度。